对呀、啊，你一个人弄得好快。它这个好稳呐、啊，我们那个就是晃。晃啊。啊。可以了。看。哇，你在动吗？你想干嘛？想在米楼是吧？别吓到他了，他那个要咬我们半天。是他呀，不然他要四处乱窜。我们把桌子也弄出来呀。啊？好。我现在都在整理。不是，我们发今日头条的。啊。他这个好方便啊，你这个太方便了。对，这个就。比较简单吧，不会太搞得太复杂。桌子嘞，哦，这个就是桌子。对对对，下面就是桌子。这个太讲究了，布子上面还要再铺一个。不是，因为下面太脏了。对啊，太脏了。我们这什么都是脏脏的。玉龙给我们送了两瓶水。嗯。八已经最烦了，真想把它焚烧。你们还不吃饭？我中午这里可以点外卖吗？这儿有点偏，我没点过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应该是、哦、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啊。米冷，不要，抱歉。哎，现夹的。喝水，喝水。我不喝，哎，不，我们那儿我那个啥都有了，我不喝，你不用喝。对、不好。你太大了，里面可以放好多东西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个鞋子啊什么的，经常容易掉出来。哇，你这个方便。里边其实还有好多东西，我打算这两天要整理一下。是通的吗？通着的。一直通到这里边，然后这边通到床尾，然后这边到这儿。哇，那挺大哦，难怪你那个四吨多。对啊，所以说这个还有水管什么都放在后边。嗯。装起来好久都没用这个东西了，今天终于可以再次派上用场。像没有像我们没骑过的会不会倒啊？不会不会，很容易骑的这个。等一下，等我回来，等我绕回来之后，你们都可以骑一下。拜拜。半斤害怕了。半斤要走吗？嗯。哇，这个好方便哦。月龙一下就溜没影了。停了好多的房车呀，这边。你们每次开直播是从西瓜开还是从头条开啊？我们先从头条开，然后很多粉丝说就是要在西瓜开。对，因为西瓜才看得到那个西瓜嘛。所以就是你要从西瓜开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流量特别小。也不小了，最高的是两万多，就是那么一瞬间，我一个人在那里播了一会儿，然后你跟半斤出现了，就一下就变成八千多了。要你，大家都喜欢看你吗？哎，Hello，Hello， 变人了，现在它刚刚打开，嗯，等一下应该会。这阳光真好，把衣服全部洗了。我们洗的都是夏天的衣服，太热了。我们车停在这里，阿龙在做视频，然后这边是月龙的车，现在他在直播。米龙，睡觉了。半斤，你最淘气了，所以你要拴在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